你的这个行为艺术的方式是在做无用功的。有的，有 bug， 改也来不及了。这里是650桃花坞广播电台。请问你觉得你在这个行业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不想回，不想回。让他们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嘉宾，下回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挑挑。但不是说啥嘉宾都能，啥都能问。有的找到了 bug， 但不会改。我们拷贝轰，今天会有内测。密封发酵一小时。中间这一个小时有点漫长，是留不住人的。走吧。又不开心了。焦虑。失败。